因为饰演电视连续剧《人在江湖》内的黑帮大佬而闻名的美国电影与电视剧演员詹士·简东·费利逝世，终年51岁。据他的经理人和美国 HBO 有线电视频道发出的声明说，詹士·简东·费利在意大利度假期间因为心脏病突发而逝世。詹士·简东·费利主演的《人在江湖》从1999年到2007年在 HBO 频道播出。詹士·简东·费利曾经三度凭着主演《人在江湖》剧内一个非常残暴但秘密接受心理治疗的黑帮大佬角色而获得艾美奖。詹士·简东·费利在新泽西州出生，在1992年在纽约百老汇舞台剧演出田纳西·威廉斯的名著《欲望号街车》而开始他的演艺生涯。他的演艺事业在1993年凭着电影《浪漫风暴》获得突破。在去年，詹士·简东·费利在描写美国追缉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的电影《追击拉登行动》内饰演中央情报局局长帕莱塔。